女朋友要做和平精英主播，你们帮我看看她有潜力吗？是把枪收起来跑得快、啊、点那个枪，对，哎，真聪明，哎呀，一点就透。哎呀，我会玩，我玩过。主播，你怎么玩了而已？你别说了啦。你把声音打开啊，你不然连开枪听不见啊。不用，这里不会显示吗？啊，这个车可以开。好、啊。你别笑了，你妈。我还没捡完东西呢。你还会歪头啊？哪里危险？我怎么看后面？假宝贝，我来抓你喽、哦！有个人啊啊、哦，有个人！哎，我枪呢？给我点了个枪的图标啊！哎，我怎么暂停了？用下面那个、哎、这个不好使。哎呀，真厉害！你怎么过去？等一下，哎，他死了，我站起来。我是不是可以点下东西？我哎。这眼睛来一个，来一个，来了，老弟。然后怎么换？右上角那看看，看那个一个车子，这下面那个第三个，对。哎呀，这怎么回事？点车皮。我怎么取消啊？随便点一个。好，然后点车皮。